我想要带转两次可以吗？因为我要回转。那你刚刚不是从那边来的吗？对啊，所以我要回转。你要回转去哪里？熄火，熄火，熄火！我用警察职权行使熄火来，把号车子过来，是来。好，跟你讲不停，车子熄火，车子熄火，熄火，熄火了，来哈。等下来，来来来来来，哎。可以走吗？不能走，不能带转。可是我要回转呢，我想要带转两次，可以吗？可是我等一下还要回去耶，有几次的限制吗？两次可以。好，我今天遵从你指挥两次吗？因为我要回转。那你刚刚不是从那边来的吗？对啊，所以我要回转。你要回转去哪里？我可以回转。你要到哪里去？我要到塔城街那边。那你要到塔城街那边？那你刚刚怎么不直接右转？你往西过来。对啊，你已经绕了两三，已经绕了两，你已经绕了两三次了。什么？我刚刚。你再来一次，我就。我刚到这边。好了，往前走，往前走，走，往前走。我是不是往前走？熄火，熄火，我用警察职权行使熄火来，趁着来过来，是来，好，跟你讲不停。长官，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刚刚从长安东路左转过来，然后我要回转，因为我走过头了，结果叫我来这边干嘛？而且你先出示一下证件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是有点奇怪哦，而且好像大家很凶，在干嘛？我怎么了吗？没有凶，没有凶，没有凶啊！跟他说马上到，我在旁边，我吓到了，我想说我是。是认错人吗？还是怎么回事？是有认错人吗？这边是？可以说你违规吗？怎么回事？可以再带转，来给我们开罚单。哎，不能带转两次吗？带转两次不是回转而已吗？对啊，因为我骑过头了、啊。然后他说，有一位长官说我骑来这边第五次，今天我来这边。是。先生。政府就立了一个带转牌在那边，把那个机车二轮当成建民，解除交通戒严，还我摩托路权。现在命令你骑我，赶快。家是哪里？往右边转。那我哪个方向？这边要过去那边了。来，过去那边。对。如果你再一次，我们还可以继续。不是，我根本不知道今天什么活动，我只是路过。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说，你等一下继续来。我很无辜哎。我在住在那边嘛，我就在等红绿灯的途中，我就被拦下来了。我根本没有非法绕行，我也不知道今天什么活动，我就被拦下来了。然后就被开张罚单，我就超无辜的。我刚刚就只来这一趟，要不要看我停车记录器？要不要看？这个车牌是不是有绕过？我们都有收证啊。如果之后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去申诉之后啊。我们会再跟你答复。我有停车记录器，你要不要看？政府就立了一个带转牌在那边，把那个机车二轮当成建民，解除交通戒严，还我摩托路权。带转又不准直接转，把机车二轮当建民是不是？打倒万二进行机车，消灭强制二段左转。我们现在
十字路口哨子声响不停，因为眼前这些机车不断待转，甚至让待转格满出来。待转大富翁这回在台中大智路上演，把机车往后赶，不让待转格塞满后影响其他车道，但效果有限，机车骑士越聚越多。警方拦下疑似违规骑士，但回头看看路口超过百辆机车，希望台中市府取消这里的待转格，变成免待转，不用多增设一个强制两段式左转，有必要两段式左转人自己去左转，但是整个这条路可以直接左转，那为什么不让会正确左转的人就正确左转就好了？取消两段式左转，左转就该靠左，右转要该靠右，这样子对整个交通安全会比较理想。这场活动虽然提前预告，警方也派出上百名警力前往指挥，但交通仍然出现大塞车。东森新闻。下班时间，台北市民大道塞到爆，近百台机车待在待转区，造成交通大堵塞。待转万岁啊！安全带好，待转啊！骑士们高声呐喊，和远景示威，因为北市府宣布从8月1号起要取消郑州路塔城接口机车直接左转，要改成两段式左转，引发机车族不满，发起待转大富翁活动，怒吼还我路权。远景在旁举牌提醒，也录影搜证，让现场气氛超火爆。骑士和远景吵成一团。解除禁止机车，我们要把禁止机车这条二法给废除。全世界180多个国家里面，只剩这个台湾还在使用禁止机车以及两段式左转这种落伍的交通政策。摊开地图来看更清楚，原先机车族们可以从塔城街直接左转，现在却变成要先待转才能左转。北市府说明是因为从去年4月到今年3月，这个路口交通事故多达79件，其中20件是左转机车和直行汽车擦撞引发事故，才会取消直接左转。我真的觉得直接左转太危险的话，那为什么不直接说你要从这边左转的时候一律回转哦？它有规定时间哦，禁止回转的时间哦。交通局回应会再观察3个月再来检讨，因此也有机车族呛虾，下礼拜再来一次，待转纷争持续延烧。